诸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我们课程进入这个恶报的部分呢，特别提醒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尤其我们这一生呢是要了脱生死，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不能犯这些错，不然呢就不能圆满当生了脱生死出轮回的事，不能圆满当生做佛了。承德有一个朋友，他学传统文化，读到这个《太上感应篇》，果佛非一而动，开始这些每一个条目读完了，他自己说啊，说几乎没有一条不做，不犯过。他的长得还是挺有福相的，承德就跟他说，说你没有一条不犯呢，现在还活着，这福报很大，但是要赶紧断恶修善，赶紧忏悔己过，赶紧啊例行善事才行。那他也很有决心，后来也是全心全意在弘扬传统文化。所以以前的过不怕，就怕不改。上天不会惩罚真心悔过之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此义理再生之生也。而且这样子猛然回头啊，浪子回头金不换，也可以劝勉很多啊跟他一样有这些过恶的人。那因为这些恶事啊，前面所提的几句都是悖逆的大恶，都对于我们五伦纲常啊是很大的伤害。我们多强调一些，我们掌握了为善断恶的纲领，在后面的一些条目要受持要对治啊就不难。那上一次是讲到忍作残害，其实慈悲心是个总持啊，有这个心就不会做这些事情。那我们看下一句，阴贼良善。我们读到这些句子都会觉得太狠心了，不能这样干了。阴贼啊，阴就是暗中啊，贼是贼害，暗中加害好人良善的人。我们举一个例子，434页，这个唐朝的李林甫为相，非常阴险狡诈，那他残害了太多太多的忠良。到了宋朝，宋孝宗淳熙年间，汉州就是四川呢，有一个女子啊被雷给震死了，而且她的身上呢还有红笔写的
自然。李林甫为臣不忠，因贼良善，哇，刚好跟这个句子完全一样。三世为娼，七世为牛，然后这十世报尽之后啊，勇堕水族啊，所以小人贼害君子，纵使得逞了，好像他觉得这些人的生死在我的手上啊。其实去世的可能呢，当事人被加害之后还有一些怨气，然后呢，可能造成了身心的耗损。我们看到像苏东坡先生被加害，然后流放到海南，那个时候是蛮荒之地，而且磁场不好啊，瘴气很重。一些官员去的，就客死他乡。那像苏东坡先生呢，还在海南呢，教化了很多百姓。所以可能被害的人呢，内心也有怨气啊，会影响到他自己的身心，甚至会郁郁寡欢的。所以假如啊，他加害的是不会怨怼的君子啊，那终害不死他。而这个恶人害人呢，就好像仰着天呢，吐口水，这个口水还不到天呢，又回到自己身上。所以啊，出乎尔者，反乎尔者，这是小人冤枉做小人。所以这个李林甫，事实上啊，他的前世也是修行啊，积善很多之人，不然怎么可能可以做宰相呢？但是这一世一转呢，迷惑了。所以啊，修行人不要求来生啊，修行人不求果报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不能再轮回，不然呢，走的是三世愿呢，第一世修行，第二世享福，那李林甫这就第二世享，第三世啊就堕落了，而且这么一堕啊，哇，勇堕水族啊，你看一个修行认真的人。只是去不了对世间的贪恋，最后搞成这样，你说冤不冤枉？所以佛门说三世愿，我们可不能走这条路。在清朝啊，袁枚先生写了一本书啊，叫《子不语》，记载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可能二十出头一点，十六岁就考上举人，后来进士考了三次啊，没考上。当然举人已经是考上功名了。后来他到了一个亲人家住，然后就生病，病不重，结果他就跟这个亲人讲了，他说啊，我前世
是在晋山寺的一个出家人，几十年了，很用功，几乎啊要达到开悟了，就因为有念头羡慕人家考上功名，羡慕很有钱的大富人家，所以我呢还得投两次胎，要动念头，真的一个念头就一个种子。那他说的他这一世啊，就是因为动了羡慕人家考上功名，所以他16岁就中举人了。那跟他的这个亲人讲了，就说我过几天呢，我就要到一个姚氏人家，他是做雷马生意的，挺有钱的，我就要去那里投胎了。然后就拿笔啊给他父母亲写信呢、啊、他父母年纪也没算太大，他才20几、啊、然后就还写给他父亲说，我就是你曾经到净山寺跟你一起喝茶的那个出家人投胎，所以希望他能放得下这个亲情了。那没多久啊，有一天中午，他之前呢先都灌洗好了，然后跟他这个亲戚啊谈笑风生，就说我要走了，就作画了，就去投胎了。那他那个亲戚之前还问他，你会去哪里投胎？他说投胎啊多久会到那个姚家去？他说因为我这一世啊没造什么恶，所以马上就去投胎。所以他一断气，他这个亲戚啊就赶紧到附近去打听了，果然那个姚家在他断气的那时候就生了一个孩子。你看念头，不可小看念头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说娑婆有一爱之不亲，临终被此爱所牵呢？这是优希大师说的。所以不能有世间的留恋贪爱，所以切记啊，这三世愿不能走啊。说大丈夫啊，这一生一定脱离生死轮回，跟着阿弥陀佛到整个虚空法界去度众生，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这样的抉择才正确。不出轮回，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下一句呢？暗侮君亲，就背后啊，欺瞒这个元首，或者是上司、领导，还有双亲，我们知道啊，君亲师对我们的恩德啊是非常非常大，父母是养育之恩啊，老师是惠命之恩呢、啊。像下一句慢其先生，那是违背师生啊之伦常的。君
我们在这个时代就体会了，面临重大的灾祸，那整个国家领导，整个政府的力量才得以化解这些大的危难，甚至能让国家安定，没有祸事，这个战祸，这里面都有恩，我们前面呢也讲了不少。我们先呢举正面的例子，437页，三国时无名氏。三国时啊，三国是魏蜀吴，在吴这一方，吴国啊，有一位很受肯定的读书人呢，叫顾悌。他每一次接到父亲的书信，都是跪着读，然后边读啊，也读的是父亲的信呢、啊。他的态度就是好像父亲就在他面前给他讲话啊，所以读一句是应诺，这种恭敬出自天性。承德自己啊，也曾经看到一个好朋友大我5岁，他真的对父亲很恭敬。在我们那个年龄啊，我没见过，就见过他一个。要从私立大学老师转到公立大学老师，这好的升迁机会，他不敢自专，亲自给他父亲做汇报，让父亲给他指导，而且是跪着跟父亲讲。那承德怎么知道呢？刚好到他们家见到这一幕，终身难忘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故事，也会被这个顾悌那种对父亲的孝敬所感动。父亲有病，他接到父亲的信，父亲已经生病了，他看着书信呢，边看呢边流泪。而且都哽咽，话中可能边看边在那里给父亲回话的时候啊，都话都说不出来啊。同样是这个魏晋时代的啊，魏晋南北朝，三国过来了，就是魏晋南北朝，是晋朝的范宣，这个是在范公之前。晋朝在范公之前，这个范宣年8岁，才8岁而已，偶然伤到了他的手指，哭得很厉害。那旁边的长辈说：“有那么痛吗？”他哭着说：“啊，不是因为伤我的手痛啊，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不敢毁伤，所以我没有做好孝道啊，才那么悲伤。”啊，这真诚的孝心，这两位读书人呢，后来都非常的跪谢。啊，我们整个学过来，
我们很清楚，佛在经上比喻，福田心根呢，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恩田父母，悲田苦难的众生，敬田三宝，这个都是能够在他的心田当中啊，生植非常厚的福报。下一个故事啊，是反面的故事。那有兄弟两个人呢，五天一轮照顾奉养母亲。那兄平啊，和弟弟稍微富裕一点。那这个兄共母沾粥不及，就是这沾粥是稀饭呢、啊、都煮不出来了。但是他五天当中还缺两天呢，就告诉母亲呢、啊，前往弟弟家，以后啊再补回来。这陈德看到这里，说这种事情啊，在我父亲那一辈啊，可能有人就不肯这么做了，还让父母亲这样跑来跑去。这个真正有责任的长兄啊，他就承担起来了，他就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让父母这么辛苦。当然，除非人家兄弟姐妹非常诚心，也要供养啊。哦，那父母也不觉得辛苦，也欢喜，孝顺孝顺，这可以顺。但是我们这个心就是随时要能体恤到父母，不只是身体辛不辛苦，心里的感受，善体清心。那母亲到了弟弟家，就把哥哥的意思说了，结果弟弟啊，就让太太呢把饭藏起来，坚决不给妈妈进来吃饭。啊，因为这个妈妈说：“哎，你们都煮好了，不然我这一顿吃完再走嘛。”那就让太太把饭藏起来，这是太狠心了。所以妈妈呢就流着泪回去了。结果没多久啊，这个雷电大作啊，就把他们夫妻给劈死了。当时候哇，那么大呀！个雷声呢，邻居就有人出来，结果一进他们家的门，夫妻都死了。然后他们棉被盖着，那个饭呢还很热呢。我们说天地不容啊，这么不孝，福报一下折光了，就被夺受。算尽则死，确实这个大不孝啊，果报真的是天打雷劈。我们曾经啊跟一个孩子谈到这个孝顺呢是天经地义，不孝呢天地不容，结果呢举一些例子，哇！他听的时候，他就发抖啊。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不孝啊。当时候他们十五岁左右，他就远远看着他的同学被雷给劈死，
而他自己也不笑，所以他听的时候会发抖。所以古代如是，现代亦如是，这个天地之间的规则啊，天律啊，那怎么可以随便改呢？啊，所以就感叹呢，不忠不孝啊，明的暗的，啊，看得到看不到的，都难免呢，受到上天的制裁呀，而且会被唾骂万里，祸报啊很惨。所以啊，君亲为五伦之首，故事君事亲啊，犹不可不以诚为先物，就是要很真诚的来侍奉。就像那个鱼鳞，它是表面，内心还腹诽，还埋怨，这是不可以的。了凡四训还特别提醒我们，事君如天，古人格论，此等处最观阴德。面对长辈，面对上司，都要真诚恭敬，不能欺骗。欺君也是如同啊，欺天一样的违背性德。所以我们看这几条啊，都是悖逆的大恶，特别要警惕。慢其先生对老师啊傲慢，当然我们首先呢，要了解老师的恩德。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告诉我，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义；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不知礼义，则同于异类；不解佛法，则何异俗人。所以我们不知礼义，不懂礼教，那可能行为啊，就跟畜生差不多。我们看到现在礼义啊、伦常之教疏忽了，人有时候做出来的行为比禽兽还恐怖啊。所以这个话确实如此。我们看虎毒不食子，现在人类一年有记在案的堕胎是5000万，没记的你看可能都上亿啊，这是很惊人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了解师之恩德。所以我们华人都说啊，师徒如父子啊，这是恩德啊，跟父母啊是齐等的。所以父母往生呢，守丧3年；老师走呢，心丧3年。那我们看到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一开始强调的就是怎么样学圣教，怎么样学佛才能够得富贵吉祥。所以会不会学很重要啊，因为阿难尊者就观察到，怎么有人学佛越学越好，有人学佛反而遭了难，
遭了殃，怎么差那么多啊？向佛陀请法，说这怎么修行，怎么学佛，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谈到杀业，跟我们前面讲到要持心于物啊，不能忍作残害，都是相同的道理。谈到第三个呢，又谈了四点。第三个就是谈师生怎么相处。第四是谈我们修学之人在世间，在红尘之中呢，应该怎么来谋生，怎么来和光同尘呢？因为也会有不少在家人也会对我们出家人说啊，你们出家好修行啊，啊我们俗物太多了。那佛也体会到在家人的情况，在这一部经当中呢，也有很好的提醒。其实啊，佛是大慈大悲，同体大悲，都会用他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不担心。当然，现在要出家，那也得要很冷静，很有智慧啊，去走这条路，不能激动。其实激动啊，下的决定，做的事，往往会后悔。可是我们现代呢，因为没学传统文化，定力不够，太浮躁，太着急，往往会下错决定。可是错了以后呢，又都大多啊指责某个人造成的，指责外在的这些环境条件，这样就很难经一事长一智了。而且师长老人家也提醒了你，不要出了小家进了大家，你自己要找好的修学环境道场，而且还要有好的善知识指导你，这些条件具足，我们说水到渠成，不是凭一时激动啊。所以人生在重大抉择的时候，都要懂得进退。而缘分呢，也是感应啊，感召来的。只要我们真心为众生，我们真心至诚恭敬的来对待佛陀、三宝、善知识，相信啊，不管出家在家，都会感召非常殊胜的法缘。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五个合刊》呢，第六页谈的就是师生相处之道，我们就不详细解说。但是呢，对这其中的义理啊，确实是很重要。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起学习。阿难复白佛言，提出第三个问题了：世间人及弟子，世间
的大众，还有或者是当人家学生的人，恶意向师及道德之人，其罪云何？这样罪过怎么样呢？佛啊，告诉阿难，说夫为人者，这一句开头就是说做人应该怎么样啊？当爱要人善，欢喜人家行善，不可嫉之，不能嫉妒。后面很多造的恶啊，在《太上感应篇》里讲的，都跟嫉妒有关呢。恭结宗亲啊，善谤圣贤呢、这些行为，包含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这些不都是嫉妒人家的好，嫉妒人家的善？所以必须呀、从心上根除嫉妒心。佛门说要修慈悲喜舍啊。十三页道经说：“舍双言，舍庄严故。”见修善者，无嫌嫉心。见到人家行善的，不会嫌弃，不会嫉妒，所以不可嫉之。人有恶意向道德之人善施者，是恶意向佛无意也。哦，那这个话就很重要。侍奉佛功德很大，佛在大集经说，事若无佛，善事父母，事父母即是侍佛，侍奉父母的功德跟侍佛平等。而这里是恶事啊，对佛不恭敬，这个罪业很重。这里提到说，向恶意向道德之人善施，那就跟恶意向佛没有差别。所以宁持万旦奴自摄身，那万旦的力量的奴啊，奴工啊，那摄自己的身体多痛。但佛在这里比喻啊，宁可是这个痛啊，也不可以恶意向道德之人更善事。为什么？看起来可能是骂的话，一句话过去，可是后面的果报比万旦奴摄身还痛苦啊！所以佛言：“阿难，自摄身为痛佛。”阿难言：“甚痛，甚痛，世尊。”那佛言：“人持恶意向道德人其善施者，痛具奴摄身也。”这样的果报的痛啊，那会超过万旦奴摄身。所以为人弟子，不可轻慢其师，恶意向道德人，当视之如佛啊，不可轻嫉。这个视之如佛，就是佛给我们的一个指导。道德之人跟善事，我们要像佛一样尊重。这个在密宗，他们是四皈依，其中一个就是皈依上师，要视上师如佛。所以为什么密宗成就快？一来
他重视发菩提心，二来对上师恭敬。所以说印祖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十分沉静得十分利。而这个密宗啊，要修行啊，也要非常谨慎，一定要找到真正好的上师，不然你信任他，你不确定他的修行啊，可能就被他误导了。所以一定啊，择师啊，要慎之又慎。而且密宗在佛法里面算是研究所，很高级的修行。那一般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上去。所以学密，除了一定要找对名师授戒啊，所以这个显宗密宗啊，显教密教相通的，都要名师授戒。那你真正找对的人，你就要完全信任他，他才好教你。而密宗要修行这么高的方法，前提是要先有小乘的基础，所以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而一定要先扎下小乘基础，所以密宗啊，他们真的要当生成就，好像是要有12年，全身心哦。用现代话叫脱禅修行，全身心先扎基础，显教的基础扎12年，然后之后再有上师的指导继续往上修啊。所以我们现在不管往后是修显教密教，同样当下都是要扎小乘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的根基。而扎这个根基啊，也要有依止的老师，我们依照他的经教才好打好基础。而师长老人家他一生弘教将近60年，当然现在还继续在教学。那我们听他老人家讲这些尤其是基础的经典，他都是用几十年的功力来加持我们，所以我们尤其在汉学院呢，要特别珍惜他老人家的教导。我们也是在经教方面，从名师授戒，跟着他老人家学，而且跟他老人家学好处在哪？圆人说法，无法不圆。我们听《阿难问世佛集胸经》，听《太上感应篇》呢，那跟听《华严》呢一样，都非常圆满。所以不能恶意啊，像道德之人啊，也不能轻慢老师，当视之如佛，不可轻慢嫉妒。见善待其欢喜，叫随喜功德啊。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啊。人有戒德者，感动诸天，天容鬼神，莫不敬尊。这个也是感应一个人真正持戒，真正有道德，他会感动天神，还有我们佛门和天龙八部，就是我们进修捷要第31拜十方护法菩萨金刚梵天龙神圣贤等众，这里面就提到天龙八部都是护持佛法的，所以诸天天龙鬼神莫不敬尊呢，他们都是恭敬尊重，所以宁可投身火中啊，利剑割肉，甚莫嫉妒人之善，其罪不小，甚至甚至，就是嫉妒人家善的果报痛苦，超过投身火中利剑割肉，不知道多少倍啊！所以阿罗汉他通可以看见他前五百世，想到前世在地狱那种苦啊，他只是想象而已啊，流血汗就知道那当场说是多苦了。所以佛陀的这都是苦口婆心啊，提醒我们不可犯。阿难复白佛言：为人师者，何可呵恶弟子，不从道理。已有小过，遂之成大，可无罪否？又提到啊，这里就提到，刚刚是我们当弟子或者面对道德之人的态度，这里进一步是讲到那当老师的人可以呵斥然后责备弟子，但是不遵从道理吗？而且可以因为学生小小的过啊，慢慢把它好像说得很大，太过指责，这样是没有罪吗？佛言不可不可，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师弟子义，师啊跟弟子之间这个情义啊，这也是伦常，义感自然呢、当相训后。为什么义感自然？老师一心一意成就学生呢，学生时时不忘老师的恩呢，义感自然。当相训后，就是要非常恭敬尊重，这个后就是要念这一份情义啊，视彼如己啊，就是这个当老师的人要把学生看作像自己一样，视如己出啊，视若自己啊，处之以理，你要指正他，还是要依道理，教之以道，
教育他要依照经教，己所不行，勿施于人。我们一般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能够设身处地啊，要替他着想。你不愿意人家这样对你，你不能这样对人家。甚至于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也不能去要求他，这样人家怎么服气得了呢？所以孔子都是闻善必躬亲行之，然后导之。好的教诲啊，他自己先做到，然后再去带动学生，引导学生做。孔子这个榜样啊，真的是圣人风范。所以老法师说，做到再说是圣人，说的能做到是贤人，说的做不到那就变骗人。我们绝对不愿意在弘扬圣教的路上去骗人，这样良心啊有愧啊。所以己所不行啊，勿施于人啊。所以弘崇礼律啊，不使怨讼，都能够啊透过自己的身教言教来弘大礼教，来彰显呢这个戒律啊，就是你做出榜样，大家向你效法，也重视礼教，重视戒律，然后决定啊不能使师生之间呢产生怨恨，甚至是争讼，就是是非人我都出来，就很不好啊。那弟子亦然，当弟子的也是一样啊，要用情义啊来对待老师。所以两义真诚，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都要做好本分的。这个时代啊，传统文化丢失好几代人了，所以在整个伦常当中啊，纵使啊父母或者另一半、兄弟姐妹啊、朋友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能包容。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我自己要能做对。哪怕老师他也可能成年以后才学传统文化，他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你不能很苛刻去要求老师一定要都做到。老师没做到的部分，我们自己做得好，对老师也是一种护念的，让老师很自然的被感动。所以做之君，做之卿，做之师，不是说一定是处上位的人做，在任何一个位置，哪怕在下位，我们能掌握君以身作则，亲就把对方看作自己，看作亲人，师给他做表率，然后啊，很善巧的去感化，都能做得到。有人会说，那假如老师都还是不改呢？
那老是不改，我们自己做得好，那是我们福田心根呢。甚至于老师有不妥，我们完全还是守我们弟子的态度，不吃亏啊。天底下没有占便宜也没有吃亏的事，真能做到这样，必能感应真正有道德学问的老师来教。因为你的心这么可贵啊，你往后人生必有好姻缘好福报，不会吃亏的。不然都在争对错，都在计较，就像佛说的，就落入怨讼里面了。所以物相诽谤啊，含毒自怨，就互相诽谤，讲话又很毒啊，最后又造成很深的怨气啊，以小就成大，最后还自烧身了。因为彼此这样做了之后，造的业可能比烧身不知道痛苦多少。首先我们就已经没有把师身表好法，就破坏了圣教的形象了。所以为人弟子当孝顺于善师，慎莫举义向师，恶义向师。就恶义向师啊，是恶义向佛向法向比丘僧向父母无义。哇，那这个都是最重要要恭敬的对象。假如恶意向师，那就向恶意向佛向法，法是经典，向比丘僧，这是出家的修行人，还有跟恶意向父母一样的罪过了。所以天所不覆，地所不在，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大不孝啊，受到雷劈的果报啊，不能在天地立足。观末世人诸恶人辈，佛在那个时代就观到我们末法的情况，不忠不孝，无有仁义，不顺人道，末世比丘世俗之中，但念他恶，不自止恶，嫉贤妒善，更相举坏。不念行善，强梁嫉贤。我们看到这个魔世比丘啊，因为魔对佛陀讲过啊，说你是正法，我现在坏不了啊，等你的法弱了，就是指这个末法时期，他遣他的魔子魔孙披上了袈裟来坏佛法。这个世俗是指沙弥、沙弥尼、比丘、比丘尼，那这个都是魔王派来的，他就是念人家的恶啊，自己不去断恶啊，嫉贤妒善啊，然后去破坏好事啊，自己不行善，而且对这个
就是做出来的都是很蛮横、不讲理。然后用很不好的手段呢，来破坏善事，所以既不能为啊，复毁败人，就把好事给坏掉了，断绝道义，令不得行，所以都在障碍正法的弘传呢，贪欲物属。多求利业，这个欲很重啊，对世间有很多的追求啊，尤其是名闻利养啊，而且还积财治丧啊，后才见道，都搞名闻利养去了，积财又伤道啊，都不是真正干本分事，因为出家就是喝淡如来家也，最重要的讲经说法，让大众啊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不做这个事啊，就已经不尽本分了，把自己的天命给忘了，那这样就会啊造很大的罪业，所以始堕恶趣，这三恶道啊，大泥犁中，大泥犁呢是无间地狱啊，还恶鬼出生，未当有此，于是何求？念报佛恩。当持经戒，相率以道。所以佛针对这些错误啊，然后来劝勉，不要去追求这些五欲六尘的，应该时时念着四重恩呢，佛恩呢，然后呢，好好的持经戒。然后率领不管是同修还是四众弟子都能够来行道啊，所以道不可不学，经不可不读，善不可不行，这个不可就是一定要这么做啊，不然我们就跟良知跟正念呢就相违背了，所以行善不得，寄神离苦，超出生死啊！要养自己的慧命啊，能够这一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所以见贤勿慢，见善勿谤，这个又再一次呢。呼应前面强调的重点，不以小过正入大罪，就当老师的人决定不能因为自己的爱憎呢去让同学啊学生受委屈啊，甚至于很痛苦到对圣教的没信心呢，这个就是断人家慧命的罪过了，所以不能用这个嗔恨呢来对待学生，当事比如己呀，处之以理，教之以道。所以违法失礼，其罪莫大。所以时时要随顺佛菩萨教诲，不可以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
不管你扮演哪个角色，哪怕你是为君、为父母亲、为师，这是尊贵的。因为什么尊贵？因为我们的行为符合道理才尊贵啊。所以罪福有正，可不甚也。我们所做的有没有符合经教啊？最后的结果啊，都可以证明得了啊。所以修善顺理，一定得善报。违背义理，必然得恶报啊。而且这里提到的，在这个师生之间不能行道所犯的果报啊，那都是善恶道，甚至都是地狱报啊。所以这个吉凶经啊，也是非常慈悲啊，提醒我们不能犯这样的恶逆大罪。这是就这个曼奇先生跟大家引吉凶经啊来做个说明。我们怎么当学生，我们怎么当老师，而且这个当老师不是说我们有这个名我们就会当了，师范学院读完就可以当好老师的，那只是一个文凭而已。所以更要自己以经典来修学。所以师长老人家慈悲护持我们走教学的路，有一篇重要的开示，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讲得非常具体，我们马上对照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在为人师的道上，有没有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这叫内学释迦牟尼佛，永断贪嗔痴慢疑。处事呢，外学孔子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违背着这些准绳，就要造作重业了。好，我们看到呢正面的例子在历史当中啊，像也有皇帝尊师的，汉明帝师桓荣，这可贵啊。天子尊师啊，天下百姓都效法，文武百官也效法。再来读书人宋游作杨史439页，他们向陈颐先生学习。有一天去拜见，而这个陈颐刚好啊有点闭上眼睛啊闭目养神，可能也有点睡着了。结果这两位读书人在一旁啊侍立着，老师坐着，他们站着。哎，过了一段时间啊，这个陈颐啊醒过来了。他们在旁边都很恭敬，不敢打扰老师休息。结果呢，多久的时间呢？应该是蛮久的，因为啊，门外的雪深呢，已经有一尺高了。
那种恭敬啊，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怠慢的态度，所以执恭愈谨，非常的恭敬谨慎。后来呢，这两个读书人都得到陈颐的真传，确确实实还是都是从恭敬松求得的学问。我们看最后这个例子，我们很敬佩的岳飞，宋岳武穆，他师周统，他的老师，还有其中有教他呢拉弓啊，怎么拉300斤的弓。他初一十五啊，都会在老师的墓前祭拜，焚香祭拜，而且都是啊，跪着痛哭流涕，怀念老师，一定呢拿着老师送他的这一把弓啊，这300斤啊，能拉300斤的弓啊，然后射三箭，等于是不忘老师教他的道德学问跟技能呢，而后返。所以这个表法也让我们很感佩，真的要时时不忘老师的教。所以真正侍奉老师，回报老师，实质依教奉行，纵使老师不在，都没有丝毫减退这种尊师的态度。440页就有具体讲到，倒数第二行，这具体讲到怎么侍奉老师。所以汇编真的是汇集的非常详尽。侍师之道，当如子弟之事父母，是一样的，行随其后，坐列其旁。入狱则振立拱手，在路上遇到老师站得很恭敬啊，拱手问安。言谈则亲耳虚心，老师跟我们讲话很专注的听，很虚心受教。悔令忧于而不易，就是纵使老师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甚至是有一些灾祸，都是能够体恤老师，感同身受，那个态度啊没有改变。古代也有老师因为劝谏皇帝，或者劝谏一些掌权的人，最后被加害，很多学生都不敢去认老师。但就有这个忠义的弟子，在老师遇大难，他不改那个态度，纵使自己有生命危险的，还是去埋葬老师，这个不易呀，是很可贵的，就是把父母老师看得比自己生命重要，宁肯牺牲生命啊，也不违背父母老师。所以吉凶祸福，宜与同。所以等于是
尤其是在凶祸的时候都能感同身受。当然有吉福啊，都替老师高兴，同喜同忧啊。刚刚说的视之如己，佛经上说的身则礼言跬步，死则心伤三年，若此则树基。老师在世的时候用礼啊来恭敬老师，没有半步啊逾越规范，老师死了之后啊心伤三年。你看老人家当说张家大师圆寂，老人家去守灵柩啊，就在那一直想老师教了我什么。古人守丧啊，意思就是在怀念父母老师教他什么，恩德在哪。古代这些礼制啊，那些规定都有深意啊。所以能够做到刚刚提的这每一条啊，包含应对进退啊，这个为人子之道啊，为人学生之道，事师之道，差不多算做得到位了。下一个，这个例子，王先生他是教书的，训诲同盟，毕竟心力，这尽心尽力啊，教学生呢，修抚不济，这个修抚就是学生的供养，他从来不去计较这个。当老师的名利放心上呢，要把书教好就很困难。名利放心上，对学生就大小眼了。孔子自行数修以上，吾未尝不悔焉呢。这个数修不是说拿多少钱呢？不是的，它是一个礼呀、啊。就代表拜师的时候呈上礼物。假如这个学生很穷啊，拜完师家庭有需要啊，孔子都去帮助啊，师徒如父子，孔子做到了，李炳南老师做到了，师父上人呢也是做到了。你看这么大年纪面对我们年轻人发心，他也是尽他的力量来护持我们，所以义感自然呢、啊，师生之间这个也是天性的相交感，所以他毕尽心力，修抚不济。常常呢都会说到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童子依师是我，则终身成败荣辱据我任之。哇，这个王老师啊，这种心境非常可贵，他很敬他的责任的，他也很体会为什么君亲师跟天地并列，因为责任重大，只要这个孩子拜我为师了，他终身的成败荣辱我都有责任了，我得好好教他，若不尽心竭力啊，误人子弟与庸医杀人
等罪啊。他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啊，甚至也比庸医还严重，因为断人会命的罪超过杀人。因为这个你杀他的命啊，他没有罪业，他可能马上就又投胎了。可是断他会命啊，他好不容易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佛法难闻，你又给他断送掉啊，很可能是超过杀人的罪了。所以又喜为童子讲孝悌故事，很欢喜啊，替这些孩子们讲孝悌的故事。曰：学者先心术而后文艺。哇，这个不简单呢，一个学圣教的人，知所先后，则敬道矣。先什么？他存心要善良，之后才是他的艺术啊、才能啊、文艺啊。因为德者才之帅也，他的仁德要先建立起来，没有仁德心啊，文艺才能越高越是可能毁了一个家族，毁了一个朝代，都有可能。先敦本而后识人。先敦本就是先扎稳这个善根呢，扎根呢，尤其是孝亲尊师的根呢，孝悌的根。尤其是认知啊，自己有佛性啊，性本善啊，不能自我糟蹋，尊重己灵，所以这个都是敦本的、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所以如孝悌有亏，虽才华正事，不足众。这样的人也不可能能利益世间，甚至危害更大。所以我们护念自己的道业，这一段话重要。以后从事教学工作，这一段重要。我们不能搞成本末倒置的教学呀、啊，本末倒置还是毁了人家的道业了。所以我们刚刚才讲到游作杨时，他们就是孝亲尊师的态度有了，就传这个陈仪他们的学术道统。所以真的这一位王老师的见地啊，不简单了、啊、他抓的都是大根大本，不要啊舍本逐末啊，本末倒置了。他晚年呢、啊、生了儿子，后来对国家很有贡献，封文康公，人以为啊是用心教学的善报。后面有一段感叹呢、啊，近来啊，师道临矣啊，就是师道走下坡啊。所以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可能是几百年前的感叹，到我们现在更严重。我们见义勇为。我们这一生看到的就是我们有缘，我们有责任要把它承担起来。
看到现在没有孝子，我要当孝子；看到现在没有人当好学生，那我要守事师之道；看到老师没有守师道，那我要当个好老师。时时都能正心师道，正心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色之道，这是真正有担当的弟子。这个弟子不只是指学生的，指是我们炎黄子孙的好后代呀，就是我们这个三皇五帝的好后代。所以他感叹呢，这个师道滑坡啊，真是可痛哭号叹，就是非常的感叹遗憾啊，不是误人子弟啊，当老师的假如没好好的想，这个误人子弟啊，定感神明谴责，一定会受到神明的指责降罪。曾经有一个读书人60多岁了，告诉他的妻子说啊，我虽不得发达，可能是没有考上功名，没有做官，信一生美馆得以成家立业。这个有一点在炫耀自己了，告诉他的太太，我虽然没有考上功名啊，可是我一生教书啊，我也有成家有立的业啊。晚上啊，梦到他的父亲来斥责他，说你本来是科第中人，是可以考上功名的，只因为啊，你在教书的工作上旷职，没有尽到职责本分，所以文昌帝君呢，削去你的功名，贵戚是能考上公务员了，当官了。所以你已经一直折了你的福报了，你还在那里自夸啊。哎呀，看这个例子啊，就知道误人子弟者啊，是很折服，很危险。好，这是我们从注解来体会师生之道，因为传统文化是师道啊，我们一定啊要真正明理，就懂得怎么去做好，怎么积功累德，在这些伦常当中不造业，判其所事。判是背叛的，所事这个事呢，可以是啊，对自己的职务不敬责；这个事也可以是所侍奉的对象。比方442页提到，事是以下事上，如主力之于上官。所以我们看这个《太上感应篇》呢，有时候一个字啊，含义都很广，很深。所以当信佛经与身呢，所以圣贤经典不能泛泛的看，要用心去领会，啊，甚至要举一反三。
这个四是以下对上，所以凡是像在下属对待上上司，这是四。不足之于将帅，这在军队里面也是四啊。仆妾之于主翁，仆人婢妾来对待他的主人，都是四。而这个叛者啊，非必显然悖逆，不是说很明显的那种反叛的行为，但缓急非所以。这个缓急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急领导之所急，领导很重要的是很着急的是慢慢悠悠的不上心，这个就算是叛了。所以我们要行善要断恶，都要从心源隐微处啊下功夫，不然这个苗头已经出来了，都不去对峙，不去断除，它慢慢发展，小恶就变大恶。所以这一段对叛的解释啊，事实上也让我们就所有的恶行都能从它很细微的苗头就能观察到警觉到马上改正。就好像病稍有症状就治疗，它就不可能变成严重的病。恶习也是一样，一点点小恶就克制，克己复礼，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就像我们没有那种残害的心，一有一个嗔恨的心就要调伏。好，然后像刚刚暗侮君亲，稍微有不恭敬对父母，慢其先生对老师的心一起来，就要非常警觉惭愧，就不会再往下堕落了。所以要啊，能时时体恤领导者的辛苦，甚至是难处。像这里也提到，利害不相续，不体恤领导的利害状况，不能设身处地啊，去为他着想，这都名为叛矣。所以看起来我们有时候读太上感应篇，哎，这个好像跟我没关系。事实上从心地上，我们只要贪嗔痴慢这些习气没有去除啊，句句都跟我们有关，只是深浅不一样，严重程度不一样。比方狠戾自用，刚强不仁，恭节忠清，好像这样具体的行为我们没有，但是我们在跟人的时候，那个嗔恨心伏不下来，铁定也有要出气啊，要伤人的念头起来。那骂人不制止得住，以后会不会攻讦宗亲了？难讲。
受恩不敢，念怨不休。我们视重恩不能时时保持，怨就会上来，所以要做到每一句也不简单了。念怨不休，我们虽然没那么严重，但完全没有怨恨心了吗？不发牢骚了吗？不怨天尤人了吗？所以这每一句我们能从自己心底深处把贪嗔痴慢疑把它如斩毒树啊，直断取根，这样来学啊，那太上感应篇不只可以积德行善，也能了脱生死，成佛做主，是非常好的一本经典。这个接下来这个例子啊，我们也比较熟悉啊。三国时，吕布是丁原，他本来侍奉丁原，那表现得非常恭敬亲切呀。但是呢，后来遇到董卓呢，为了讨好董卓啊，就杀了丁原。然后又去侍奉董卓，甚至还发誓说跟他结为父子，以父亲啊，孩子对父亲呢来侍奉董卓。结果又为了王允讨好王允，又杀了董卓。后来呢？被曹操啊抓住了，那曹操还考虑啊，不杀他要用他，结果刘备就说啊，就跟曹操说道，你难道没有见到吕布是怎么侍奉丁原、董卓的吗？曹操一想，哎呀，不对头啊，这样的人不敢用啊，就命啊把他勒死了。这是武艺高强的吕布啊的下场。下一句呢，狂诛无视，这个就是哄骗欺狂啊，甚至于乱开玩笑啊，对这个外行的人，对没有见识的人。楞严经说的啊，这里注解讲，炫惑无事，就是迷乱没有见识的人，贻误众生，误导众生了，死后当堕入无间地狱。我们不能，不只不能轻慢父母、领导、老师，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轻慢，都要尊重。尤其无视的人呢，可怜的人更应该怜悯，有道义啊去帮助他们。接下来这个例子说到啊，有三个人同行要过这个溪河啊，刚好遇到呢溪水，涨得很高啊，暴涨了。然后呢
那个船刚好在另外一岸。这三个人中有一个人比较憨愚啊，很朴实，其他两个人就耍小聪明，然后就引导他，哎，你脱了衣服啊，你过河去把粥取回来。他也很老实啊，就过去了。哇，那个水流很厉害啊，他也很危险，幸好过了，把船呢撑回来，要渡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登船呢，这个比较憨愚的人就突然肚子痛了，就先去方便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居然呢跟他挥挥手，就先把船呢开走了。而且那个已经啊黄昏了啊，就是跟这个人说天已经暗了，我不能再等你了，就乘船走。结果没多久啊，这个水湍急啊，就把这个船呢打翻掉，他们两个人就溺死了。而这个憨愚的人还站在岸上，反而保住了命了。这个是狂猪无视的果报啊。下一句，谤诸同学，就毁谤同学。同学有好啊，道人善即是善的，同学纵有缺点，善相劝得皆见的，这个才是与同学交往之道。447页第三行，同学之友，同学之间的友谊啊，情同兄弟啊，所以叫师兄师弟。中华文化它就是都是一家，都是亲人。我们看父子夫妇兄弟，延伸出来出社会有领导叫君臣君父，那不是父子关系延续吗？兄弟出来朋友，出家门了，可是在学校同学师兄师弟啊，到哪个行业学技能也是师兄弟啊，都是伦常，都是一家人，都要啊亲爱精诚啊。这里提的情同兄弟啊，况有居人伦之一，朋友也是五伦之一，岂可妄加毁谤，存满腹之歌貌。就怎么可以跟朋友相交的时候肚子里都放着这种抱怨啊暴力之气呢？这歌貌是比喻啊，就是这些暴力的心态啊，埋怨不能这样。佛教导我们，佛言人主朋友，彼此皆有五事，就是都应该守这些本分。第一个，彼此若有作恶业，一定要互相规劝，过不归倒两亏啊。第二个，彼此有难有病，要互相看顾，然后啊帮他的忙，
甚至帮他找医生啊，帮他出钱治病啊。三者彼此有一些不能对外人讲的一些话，就因为当作知己啊，有一些很忧愁啊，很难过的这些事情，要找人诉说啊，找人想办法。那我们当朋友跟我们讲这些，那信任我们，我们要珍惜他的信任呢，不能把他的家丑又往外讲啊。那就是俗话说，真的太不够朋友了，太伤人的心了。四者呢，要互相欣赏赞叹呢，不能文人相亲呢，不断往来，就是要常走动啊，见面三分情，然后不要记怨，因为相处毕竟有摩擦，避免不了。都能包容，都能体恤。第五呢，贫富不相等的，要对于贫穷的朋友要懂得去帮助，而且不能互相毁谤。朋友之间有通财的道义啊，通钱财啊，财是水嘛，要流到低处去啊，留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或问与有交后，这是请教啊，诸夫子。跟朋友交往之后呢，知道他有不善，假如跟他断绝，好像又伤了这个情谊啊，不断绝。又是逆怨而有其，这是《论语》里面讲，逆怨而有其人。朱子回答，这个不算逆怨，所以这个有好的善知识在旁边还是挺好啊。你一些问题可以问他，或者你一些体悟可以跟他探讨啊。不然有时候我们悟错了，可能悟错了就会做错了，解错了行就会偏了。那朱子告诉他，是心有怨而外与之交，明明你对他有怨恨呢，还装着很友善跟他相处，这才是逆怨。你的情况是朋友不善，情义自是当疏，但疏之以见，这个都讲人情事理，应对得当。你真的觉得他不善，那你还影响不了他，我们说敬而远之啊。那你不能一下子好像翻脸不认人，人家也会很不高兴啊。只要道不同了，慢慢慢慢自然而然就不会走在一块了。你一下子让对方完全不能接受，产生怨恨了，那就不好了。其实只要道不同了，兴趣爱好不一样，自自然然就疏远了。那他邀请你的事不好，你慢慢不应，他也就不找你了。就什么都要顺势去做就好。
前面还讲到得色，哎，你布施了，显得高傲，人家就很没面子。哎，你有德行了，就马上，哼，我才不跟你交朋友呢，这样就不妥当了。所以若无大的过失啊，何必呢这么绝情的对待朋友呢？假如朋友确实没有大过失，应该啊用你的真诚，用你的德恨，好，去感化他才对啊。所以是亲者不失其所亲呢，本来就有这一份亲爱缘分，当然要珍惜啊。故是老朋友啊，没有重大的过失啊，还是要珍惜这一份友谊啊。接着，我明朝的王守仁、阳明先生、王阳明先生啊，他也谈到交友之道，讲得非常好。交友呢，要以谦下为主，谦卑低下，先人后己啊。相会的时候，须以虚心训之，就是很虚心的，很谦退、谦和、亲近含容。你看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修养态度，亲爱啊，要尊敬啊，要能有包容他不足的涵养。大约真归指责处少，谈一个大概的原则啊，就是这些归戒指责的口气呀、言语要少。诚敢讲劝亦多，就是讲的话呢应该是真诚，就是很真诚的，然后鼓励劝勉这样的一个心意呀、去讲话，去相交啊，这样多，这样才能感动人。你不能见面呢，都是一直指正他这个那个，怕这个人家一见到我们就有压力。这个也不妥当了，分寸没拿捏好了，要望之言难，及之也温呢、让人感觉亲切呀、让人感觉一接触我们就能得到一种鼓舞、正能量的提升。温节笑曰啊，这个读书人温节笑讲到，交友。只取其长，不计其短。跟人交朋友啊，要取人家的长处啊，效法人家的长处，不要计较人家的短处。其实交友如此啊，用人也是如此的。用人取其长啊，你假如说，那什么都具备，那可能也没有人可以用了。其实我们说什么都具备，自己都没有具备，怎么去要求别人都具备呢？那交朋友也是一样，甚至于是要严以宽以待人，所以不计其短的。欲刚梗人，耐他力气，
就遇到正直不屈呀、啊，要忍耐他的暴力的气息呀、啊。人家孔子没有圣贤君子，领取狂狷之事，这狂狷就有点刚梗人。他虽然脾气还没控制得住啊，但是他仗义啊，他不好的事，违背道义的事他不做啊，这个就很可贵了。欲俊逸人，奈他往气。这个俊逸就是他的才智很高超啊，思维很敏捷啊，但往往这样的人，他比较无拘无束啊，比较不讲礼数啊。每个人都是慢慢修啊，才能入中道啊，所以都要能取他的长啊，不计他的短。遇到朴实憨厚的人呢，要耐他志气，这是挚爱的气息，他反应没那么快呀、啊，有时候脑子转不过来、啊、你要能够包容忍耐，欲挑达人，耐他福气，就轻薄放纵的人，要忍耐他的轻浮，不特取义无穷，亦是交权之道。其实这样处事啊，我们的度量会一直打开，又能够时时学到人家的优点。其实啊，人真的能够效法人家的优点，包容人家的缺点，你会一直提升啊，朋友会被你感动的。好，所以义是权交之道，就是你能包容人呢、啊，真的可以广交天下事啊。所以以恕己之心恕人，则权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所以宽恕包容很重要。这里充分诠释了交友之道，同学相处之道，不能毁谤。最后449页，宋朝的郭汜，他作赋啊，做得好，很有名声。他的同学李敏啊，嫉妒啊，毁谤他。结果因为造了口业、啊、考试都考不上啊。然后这个郭汜呢，他先考上功名，中了举人呢。而这个李勉呢，他才以这个明经啊被选入，领国家的米粮，然后可以读书，他还没考上功名，结果这个郭汜考上了，颁布了，这个李勉呢自己觉得不好意思，所以读书明理呢还是很重要，虽然习气有时候做主了，等冷静下来还是会一种。反省啊，他不好意思走了。结果这个郭汜很仗义啊，听到他走了，赶紧把他追回来，勉励他。后来他也考上功名。所以毁谤同学啊，无损于人，只是自己啊招祸，自己变得刻薄而已。所以，挚爱之人呢、啊，真正尊重己灵的人，决定了不放纵自己，
这些贪嗔痴慢疑的习气。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Thank you.